受训练，那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化的妆啊，都是自己化的哈、啊。那老师待会再帮他们修饰一下哦，什么事情都要动手来。我们今天表演年纪最小的是小学生年纪，所以把我们全部都我们的衣服开始随机的穿。
还有食物不用担心。然后最后哦，我们有一些卫生间，孩子的卫生间。